常荣幸的邀请 OZ 来到唐明茶第六届调饮大赛带来精彩表演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 Twinings 是来自英国，一直以来都追求卓越品质，拥有超过三世纪历史底蕴的华氏运用茶。所以今天也想要请问现身参与我们活动的 OZ， 平常是不是也喜欢喝茶呢？平常基本上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喝咖啡，咖啡很重的饮料，所以我觉得喝茶是很疗愈的事情。因为我妈超喜欢泡茶，我在家里，我妈经常会每天早上会有一壶各种不一样的茶，就她会收集茶叶的。所以我其实欢迎你在我们家是就是一柜一个柜子啊，每天早上都开始养茶。那感觉其实茶在欧弟的生活当中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是不是也想请问一下，这个茶在你的生活当中，还有你的创作来源，是不是可以成为你的创作不一样的灵感？灵感的部分就是，就像我刚才说，我妈会泡那个茶，基本上我在房间里，在做音乐的时候，永远在旁边都会有一点点心跟一个茶叶，各种不一样的茶叶的茶。那我觉得，其实，在情绪上就是一个比较舒压的。因为我其实蛮喜欢那种果味重一点的那种茶叶，喝比较提神，所以对我来讲，那就是算灵感吧。哇，那听起来欧姐的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茶，也非常专业。我知道，你不喜欢接触太多咖啡，所以特别选用的，像是我们唐明茶也有薄荷圆舞曲这一类的非常舒眠、舒压的茶，非常温暖。那其实啊，今天唐明茶也特别准备了一份惊喜，要来致赠给我。夏莲花果绿茶。那我们这次的调饮呢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OZ 的一点小秘密，也是要留下。他非常的爱草莓。我他这么出来，我就在想说，你们绝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。他超爱草莓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草莓跟这一款茶刚好又非常吻合，加上了一点草莓的元素，他把这个绿茶的清甜跟香气呢提升得更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设计了这款茶。谢谢你们，对，这份惊喜真的非常开心。那现在就请 OZ 我们来完成这杯调饮。好吗 ？OZ 在调饮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前方左右两边的镜头。好，我们先看向左边。好，接着呢，再是中间。好，再来看向右边。好。OZ 说超好喝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也请张总经理，我们先来到 OZ 的身边，先来进行合影。今天非常感谢唐明茶精心准备的这个惊喜，你很贴心哦。事前知道 OZ 非常喜欢草莓，所以设计的这个专属于 OZ 的调饮 Chinese Paradise 唐明天堂岛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。好，谢谢。再来看向左边。非常感谢。再来看向右边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向右边的媒体朋友。再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。右边，谢谢。
谢谢在场所有媒体朋友今天的拍摄。茶，茶是我会去点的一个茶，是非常好的，我觉得很喜欢。就很想吃那个，这算果冻吗？对，草莓茶冻。但是我好像没有打错，等下挖来吃好了。对，可以慢慢享受。好。